预防新型 A 型流感，注意五要六不原则，要熟食要勤洗手，要接种疫苗，要做防护措施，有症状要速就医，不生食，不接触喂食，不野放，不禽畜混居，不去养禽场，不购买不明禽鸟肉。另外，禽农相关人员要特别注意做好个人防护。民众如有类流感症状，应紧速就医，并告知医师旅游史及禽鸟接触史。